是第那个题目是说他首项是三十，然后第十项到二十二项的什么是零，所以他要求让你求第几项的数字会是十，所以就是用，因为他是就是上底加下底乘以高除以二嘛，然后有没有除以二好像没有什么差，因为这边是零，所以就是还要除一下，好像是合理。所以就是十二乘以括号三十加九 x 括号加括号三十加二十 x， 反正就是这样。然后弄过来 x 就是他们的公差会是负二，然后他要算第几项为十，把那个项设 x 这样子。上底加下底乘以高除以二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那高在哪里？高在十二。你是说字很丑的那个地方吗？就是这里，这样你的角度比较看不到反光。所以到时候算出来会是第十一项。好，有问题吗？十到二十二有十二个项。对。来，我用手指数过。真的、哦？再数一次，来。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二、一。对。二十一。二十二，超出一个二十二。所以有十二个项。三个吧，十三个啊。没关系啊，反正算出来就对了就好。好，还有问题吗？我有问题啊，你算出来是错的啊，你连像素都不会算。对哦，想看为什么？等一下，让我想看为什么。因为你把十那一个人扣掉。我问你，十号。到二十二号，原本的号码你就这样想，十号到二十二有几个？你就二十二个人。各位同学，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二十二减十？来，你们班上一个人、两个人、三个人，点，到这里是第十个人，点，到这里是第二十二个人。我要算的是，从十号到二十二号有几个。谢命卡就说我要这里是二十二个人嘛，全部嘛，那这一段是十个人，所以他二十二减十之后，他把谁也扣掉了，十号那一个同学被他扣掉了，那所以他必须要再把他加回来。OK， 例如说我问你，请问你十号到十一号有几个人？你会回答吧？十号到十一号几个人？两个人呢？啊，你如果用减的，减到一啊，为什么只剩一？因为那个十号那个又被你扣掉了，所以记得把头加回来哦。对啊，所以你大概是这个样子。所以谢平卡为什么这一题它算是错答案会对？因為是因为右边是零啊，刚好哦。否则如果右边不是零的话，这一题一定答案会很有问题哦。好，还有问题吗？谢谢，不客气。